先来听你，真的恭喜上帝听你，上帝爱你，咱互相甲边的人互相祝福，圣诞恭喜，上帝听你好不好？我们不相信。你前后左右。圣诞恭喜，上帝听你啊！圣诞就是上帝听你的一个记号。圣诞就是上帝爱你的一个记号。天神咧讲，唔免惊，我有一个好的消息要互你。这。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有一个婴儿，伊要出世。这里有一个婴孩要降世。伊要用布包困伫马槽里。他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就是给恁上大的记号。这就是尊给你们最大的记号。伊一世人上要紧的一个目的。他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永远归伫至高的上帝。就是荣耀的归于。然后要带来和平，给这世间每一个亲近伊的人。然后要带来和平给每一个人。因为若假使一个人敢若有出世，各位，如果一个人只有降世，出世诞生囡仔当然真要紧，出生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若敢若有出世无做什么，如果只有诞生没做什么，敢若人出世，然后一世人无什么成就。只有出生一生没有什么成就。安尼，这个人的出世有什么通纪念的代志？那这个人的降生有什么价值？为人一生出世了。有人一生出世了。但是一世人做的代志，让众人感高兴。但是一生所做的事，让众人都。所以出世虽然真要紧。所以出生虽然很重要。但是一世人成就什么不可要紧。但是一生你成就什么更重要。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上要紧的就是荣耀主主上帝，一个最重要的是荣耀上帝，然后要带给世间人的和平，然后带给世界的和平。你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家圣经有一句话，耶稣诞生前圣经有一句话，咱到底来读一下，我约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你用华啊，咱用华语到底来一个来。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经要见十四章来，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与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生子所当得的。因为耶稣讲，伊就是道。耶稣说，他就是道。道原本甲造物主上帝同在伫天顶。道原来与神同在在天上。然后道成肉体，踮伫咱的中间。然后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你知要离开天顶荣华的所在？你知道离开荣华的天上？迄个是拆你家己离开天顶。那是拆毁自己。然后来点伫苦难的人间，然后来住在苦难的人间。请问伊出世伫人间的时，出世伫什么所在？请问他降世在什么地方呢？出世伫哪位？马槽。没错，因为这里是一个真特别、真特别的一个记号。各位，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号。耶稣他不是出世伫一个王宫的所在，然后还有真水的面层。耶稣为什么不是降生在一个很豪华的王宫里面呢？等咱一个讲马槽，你知道马槽是什么无？那是马在睡的所在。你知道马槽是什么吗？那是马在睡觉的地方。那是臭锅锅的所在。那是好臭好臭的。那是无房间给伊。那是没房间给他。然后不得已就爱提一个马在食物件的迄个草啊的槽，然后破破的全给耶稣。然后不得已就拿一个马在睡觉或者吃东西的马槽。在那阴间的天堂离开甲上帝同在所在，都爱拆离家己撕裂自己，然后来到地球悲壮的所在。为了拆离家己，然后来到马槽。人间是何等痛苦的事！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所以出世，所以降生，袂当袂记得耶稣伫上帝内面对世间人的疼。不能忘记耶稣在神的背后的爱。
咱唔是干那伫咧庆祝一个名耶稣婴仔出世那天，唔是安尼。我们不是庆祝一个圣诞节而已。那确实干那是一个耶稣这个人诞生，无什么通全世界无什么通好这么大的庆祝。如果这个诞生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庆祝，真要紧是，伊对上帝遐听你家己来养伫卑微的人间。最重要的是，他拆毁自己，然后来到我们很卑微的人间。这里叫做道成肉身，更加的是。这叫道成肉身。而且注意这项事，道成肉身，养伫苦难。请我们大家注意。道成肉身住在苦难当中，然后这个囡仔大汉了，伊咧做个工作。然后这个孩子长大后做的事工，让痴迷人目睭得到看见，让瞎眼的得看见，让白脚的行路，让瘸腿的能走路，让太多的伊家讲来，我就亲近你。然后医好长大嘛，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让社会拒绝的人，这些都是社会边缘人，社会看到他们都每个人走在那边，社会的人看到他们都躲开了，这些人是没路用人，这些人是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是没价值的，这些人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耶稣就说来，既然如果回答大家来就服我，耶稣却说凡劳苦背重担的都来接近我。那小朋友两千年前小朋友被人拒绝，那些小朋友在两千年前都被拒绝了。咱五十年前，那么对囡仔讲，囡仔人常常有耳无嘴。我们五十年以前也说，小孩子没有嘴。哈哈哈哈哈！囡仔人伫这个社会，女性伫这个社会，永远都是边缘人。女性在这个社会也都是边缘人。就是耶稣一个一个亲近来就服我。但是耶稣一个一个亲近的说来。因为上帝听你。因为上帝。勇壮的上帝疼你，软弱的上帝疼你。强壮的神爱，软弱的神也爱。身份地位高的人，上帝疼你；身份地位真低，你出代志，人生出代志，上帝永远疼你。无论你身份低还是高，神都爱你。因为这个是耶稣一世人所做的工，伊咧表明伊的存在，伊存在就咧讲上帝疼你啦。这就是神耶稣存在的价值，他要说。然后伊三十岁出来，三十三岁人钉伫十字架顶。然后他三十岁出来，三十三岁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钉更不是一般的钉，是死刑犯的死的钉。那个不是一般的钉十字架，那是死人犯的钉十字架。这个人有罪啦。这个人有罪。这个人要抵抗罗马帝国。这个人在罗马帝国里。抵抗。抵抗罗马帝国。这个人亵渎上帝，伊是一个侮辱上帝的人。这个人是亵渎上帝，是侮辱上帝的人。人用世间的上严重的罪，甲定死伊啊！人用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把他定死在。就是伊还佫伫遐要死以前，还讲爸啊，赦免你。那是要死以前，那十架之眼、七眼，他说父啊，赦免他。因为因所罪，因不在。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因为你有法通体会这个道成肉体的耶稣的一生无？各位，我们能够体会这个道成肉身的一生吗？今仔日咱来庆祝耶稣的出世，那无连接到伊伫伊的十字架、甲伊的死、甲伊的道啊，这个出世是无意义的。今天我们来庆祝圣诞，如果没有连接到他一生所做的事，那这个是没意义的。加。有两位圣经，咱倒念出声来读。对，来，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侍候，而是来侍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甲创造的上帝三个同在。这个就是与创造上帝同在。后来道成肉体。
真侪名耶稣的。后来道成肉身，名叫耶稣。经过这个流程，来表明上帝疼世间的人。这个整个流程是表明上帝爱世人。所以约翰三章十六节讲，上帝疼世间人。所以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世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间。因为我唔知今仔日耶稣诞生，你有要迎接这个耶稣进入你的心内无？各位，你今天想要打开你心门，迎接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唔知这个耶稣甲你今仔日会当三生四命甲四命对句的关系无？今天你能够遇见神吗？因为这个耶稣欢喜报你知，上帝你若接受伊，你就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不管你是啥人。你如果今天接受他，你就是上帝的掌上明珠，你是他的宝贝。但是你原来都爱领受一个使命。但是你要领受一个使命。真侪耶稣的学生了，你原来爱改变家己，原本你有可能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成为耶稣的宝贝，你要改变自己，成为重生的人。真侪人拢一直在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很多人都说我自己没用。耶稣基督已经为着你诞生，为着你死，伊要跟你讲，你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人。耶稣基督今天为我们诞生，他要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上帝请你才找伊来。因为上帝他。所以真做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本质已经是要共提，要共提，咱是要为着这个人，我欢喜，我让别人，别人下地舍身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本质不是只要爱，只要要，我们要给，我们要爱。今日多加肉体的基督，伊来提醒每一个教会。今天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提醒每一间教会，因为今天也要提醒永福教会，今天要提醒我们永福教会，因为永福教会太水了，因为永福教会太美了，永福教会现在有太多这世间的人看作真羡慕水的东西，我们永福教会现在有很多世间人都羡慕的东西，羡慕的东西，但是永福教会有疼这个世间人吗？但是永福教会有爱永福教会有多少肉体为着这个社会的需要的人来存在吗？我们永福教会有道成肉身为这个社区的存在吗？真高尚的所的教会，你有多少肉体屈给家己吗？我们很高尚的教会，我们有屈就自己吗？永福教会当真侪这世间黑暗中的人的亮光甲银刷吗？我们能够成为这个黑暗的社会的亮光？道成肉体，点伫马槽的耶稣嘛，要提醒你甲我。道成肉身在马槽里，要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无人有资格骄傲。没有人资格骄傲。每一个人拢爱真侪一个马槽，因为耶稣诞生伫马槽。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马槽，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咱爱真侪一个卑微的人，耶稣要亲近卑微的，然后让卑微的人通过听到服务上帝高升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卑微的人，然后呢，通过这个卑微，神要高升我们。上帝要高升每一个用听去服务、去关心、去陪伴生命需要的人。神要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用爱、用生命。你去陪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力量，就是改变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改变的力量。都有接受耶稣，都会开始产生生命的改变。哪里有接受耶稣基督，哪里就有生命的改变。你要说阿们吗？阿们吗？今天你站在你头前这些人，大家拢是因为接受耶稣，我的生命原本不是安尼，拢会直直改变。今天站在你前面的这些人，都是原来不是这样。我们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生命在改变。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你拢有故事当讲，讲我伫伊基督内面已经真侪新创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故事。我们说，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唔知底下你有看到什么人？
你看到谁了？谁最可爱？我很可爱。这都是咱伫咱教会几乎一礼拜来几啊拜啦。这都是在我们教会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来的。你看，嘉秋莲、缅甸的博士娘，伊若来到这个，伫这爱做真专心，伫咧做做作品。你看那个牧师娘都非常的专心。我们这作品那个笑眯眯。啊，李老师因夫妇，我甲你讲，这几乎已经行袂出来，已经退缩的人。但是即马来到你家有画，又依旧归那件作品。李老师他本来是退缩的人，但是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因啊，阿妈婆会当出来，伊的囝甲新妇拢来你家咧陪伴。夫妇出来，儿子媳妇也都出来陪伴。你看，清华姐的夫妇啊。哇，清华姐好可爱。哎呦，大人来到这拢变做一个笑眯眯。大家来到这里都笑出来。台湾人原本唔敢讲收老，台湾人原本都不敢报告。台湾人的牧师，你台湾走到头，你真少看到牧师在跟人收老。你很少看到牧师在报告。但是王进台牧师不跟人收老，我会改掉改掉。但是这个牧师他没有跟人家报告，他会改掉改掉。咱即摆咱个教会，即个长辈看到我台湾拢爱收老，台湾爱收老，即摆变作拥抱，变作耶稣教会文化。因为他说每个人都抱抱，因为就是这个抱抱。因为有听的所在，咱的规个心都放开。对，有爱的地方，我们的心都放开了。你看，大家人那么了，大家人笑眯眯。你看，大家都笑得很哦。也未咱以前，大家人一个面那囝呢？还没有到以前叫做苦瓜脸。咱伫伫三星，即个微笑的文化，拥抱的文化。我们要产生微笑跟拥抱的文化。因为伫咧台南三角伫遐咧相亲的时，伫遐有幸福。因为大家相亲相爱的时候，有比较有幸福的所在，就上帝神伫遐的所在。微笑有幸福的地方，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因为你伫这个家里看到这样一穿红衫的一个人无？你有看到一件穿红衣服的人吗？在哪里？来十年的亚秋姐 ，OK。啊，黄衣服啦。黄衣服啦。哎啦。对。乖，那你们安了语言的哥哥。那边有吧？他讲。我们把它讲起哈。十年，咱大礼拜的秋报，咱的秋报，十年一个人坐伫遐，大礼拜拢伫咧夹咱四百分的秋报。十年，他都在替我们祷告。施廷行过彰化市偌侪单位，遐个单位无要接纳伊。施廷走到很多地方，人家都不接纳他。甚至经过几若间教会，遐个教会变做伊个重担。施廷经过很多教会，他都成为人家的重担。拄一摆咱教会，哦，牧师拢叫两条条，真难过。刚进来我们教会的时候，牧师都被黏住了。但是较苦啊，较苦啊。流着眼泪，带着微笑，把起来拥抱。那是牧师流着眼泪，带着微笑拥抱他。到今晚十点，已经真做一个贡献者，已经成为一个贡献者。伊真做一个安全伫这个所在，变做伊的家庭，伊无搁伫外口的马路行来行去。他现在就是停留在我们教会安全的地方，他没有流浪在街头了。伊的爸爸袂搁甲错。他的爸爸都在咒骂他。伊的妈妈甲我嚷的讲，点啊目屎直直流，直直流，无输这世间到有这个所在，到有这个所在，当这么乖囝。他的妈妈抱着牧师，就是流眼泪。因为人啊，在基督内面就要真侪新创造的啦。各位人，如果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就是拢变成新的。盼望耶稣教会这张是我伫八卦山大佛的面顶遐记落来。盼望我们耶稣教会能够就像这张照片发光，听他讲。我伫迄、那个伫遐规个中华，规个中华即马上明亮的一块，就是耶稣教会，咱甲耶稣教会拍一个广告。人天看大佛。结果伫大埔看落来，上光的就是耶稣教会。从大埔看下来，最亮的就是耶稣教会。
咱叫烟火教会，咱继续，毋若干呐点化起来，然后咱真正咱真侪生命的亮光嘛。但愿我们永福教会不只是灯亮，而且能成为生命的亮光。只有两个感动的故事，你敢知？这里有两个感动的故事。化水已经过多年。离婚有重圆了。感谢上帝，英雄兄甲龙珠姐有伫遮无？龙成兄、龙珠姐，你们在哪里？有啊。OK， 咱来拍一个宝马图，好不好？你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食老离婚，到离婚了后也阁会当归着上帝，两个人同时接受耶稣的会听了后，两个人欢喜定心，阁再结婚，食做阿妈婆，咱来拍一个宝马图。啊，文雄校长你伫倒位？咱来拍一个宝马图。在基督内面已经真多新创造的，甲厝内遐拢除掉，对打了，独独创造主上帝就是阮的上帝，阮的小，阮的家庭，独独归因那边。文雄校长他们家已经有主了，真是感谢。在咱的教会内面有这样的故事，唔知你知影无？我们教会很多故事，咱这段中间这九个月、这八九个月来，咱做社区的服务。偌侪只长辈和社区遐真艰苦的人，迄、那个荣英伫倒位，荣英伫倒位伫遐，来咱甲拍一个广告好无？已经太久甲社会隔离，就袂晓讲话，即个肌肉拢顶起啦，拢顶起啦，讲一句话还拄足久。即马伫遮找到伊安全感，伫遮找到伊喜乐。龙英再讲一句话，他有困难，因为这个肌肉不僵硬了，现在已经慢慢放松，他可以讲越来越多的话。伊流着目屎讲：“我找到了爱。”他流着眼泪说：“我找到爱。”我伫这个家找到我新的人生的开始了。我在这里找到我新人生的开始。麻烦用你的头位，麻烦用。笑死了 ！OK， 呀，原本是一个袂晓学罗人的人，目睭看到大项拢歹。原本是一个不会赞美人的人，他都是负面情绪。伊即马开始会背叛，会背叛别人。他现在开始背叛。然后伫伫咧想，伊身边遮个社会的长辈，要安怎含，要安怎背叛伊？然后他就想他。李老师夫妇的作品真侪拢是伫背叛。李老师夫妇的作品很多都是他陪伴的。阿贤姐，你伫倒位？阿贤姐，哦，阿贤姐，你好。阿贤姐，你倒，你许一个愿。我们替他祷告，他许了一个愿。你讲上帝啊，我祝我的活命。如果神允许。迄、那个信用兄做商业团结会长了后，无事换我过来做会长。因为医生甲伊讲，你剩三四个月，几个月尔。因为医生说他剩下三四个月。伊即卖已经超过医生的时限啦。他已经超过这个时限啦。你再讲话，他接信用兄的会长的职位要三年。我，因为他在三年的当会长。伊即卖下台，我上个月了，老我的话命，我要来做会长，我要抢这个位。他说：“神啊，你给我留我的生命，我要当。”因为这个家伙在有真感动的故事在这里，这里一些感动的故事。正边这个祖母兄邱爸爸九十岁，这右边那个祖母兄他九十岁，九十岁岁呢？九十岁寿喜。然后来到咱的教会去洗手间，感觉咱的教会洗手间太热了。然后来到我们教会洗手间，觉得我们洗手间不够好。然后就找教会的人讲，叫教会的人去，真兴奋讲，咱教会社区将来老人会哪来哪多，咱永福教会袂使放这款的无障碍空间。
然后他就找一些教会的人去他家，他说我们有教会的厕所不能这么烂，他说一定要改变。所以他跟我说，牧师不忘在教会的无障碍空间，像像中基一楼那个尿油啊那个所在。他说我们厕所里面无障碍空间如果像张基那样。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儿的孩子赛。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儿提十万块，我们来改善改善咱的那个无障碍空间。无障碍空间。我讲唔免啦，你人无方便，我来去处理。你说你不用来了，我们去就好了。他说不行，这样不够诚意。他说不行，这样不够诚意。所以就出来了，专门去台中来陪他上前来到教会。所以家人从台中到彰化来，然后陪他到教会。家人外面小区的长辈在那里做活动。这刚好社区的长辈在。所以大家人听到他的声音，真欢喜，就跟他翕相。所以大家就跟他照相。啊，在那里翕相的时候，突然又一个人喊大声、细声，牧师叫过一个人，那个坐计程车过来奉献。突然有一个大叫说：“牧师，牧师，还有一个人要来奉献。”他坐计程车。结果是去先去看郑医师了后，是一天去看郑医师，然后讲了了，专工伫养老院坐计程车，走来到教会，要将伊欢喜感谢的电话上边。所以这个人去看郑医师以后，他就决定专程从养老院搭计程车来教会啊，先来奉献。单先托医生牛来了，压一个手来好不好？先托医生牛，压一个手来好不好？从小老爹家来开始，开始，今天由黄老来做礼拜。他在那边。我想先托医生牛，帮他做一个好的模范。他也是做一个非常好的模范。有几天你年老啊，你今日无法帮再去来。有一天你年老了，儿女没有办法再来。请你家己坐计程车来，请你自己坐计程车过来。坐计程车来一百外块，坐计程车一百多块，回去又一百外块，回去又一百多块。然后你逐摆出来就会当甲这兄弟姊妹三甲亲睦。然后你可以每一次都出来。然后你会当甲上帝三甲亲睦。然后你可以跟上帝。你这款的信用甲生活的人生会当阁继续保留。你这种信仰。生活可以继续走下去。有真侪人，从今日无人在意来，伊就从甲上帝、甲这兄弟姊妹隔离变足好彩。很多人儿女不能再妈来，他就自闭。由于这个家里讲到咱的青少年，这里讲到我们的青少年。咱的青年，我要讲这个青年啊，等下你要唱歌。啊，这些青少年，等一下你要唱歌。彰化这个青年，唔呐，干呐安尼。彰化这些青年，不只是这样。我哩祈祷上帝。在祷告上帝。我们望咱的中心，大家人会当支持。我盼望长子们能够支持。过来，无故咱会当找着人专心，更加专心来陪恁。啊，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人专门来陪你们。会当甲恁最好的朋友，做恁的大哥哥、大姐姐来陪恁。可以与你们做朋友，当你大哥哥、大。然后每一个人伫咱这个成长的过程，真正甲上帝、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囝刻入去伫你的心内。然后把耶稣基督。咱的青年已经真活泼，我们的青年已经非常活泼。但是上帝一定要让你更加丰富。但是神的爱要让你们更丰盛。咱为着这些青年过去一年的中间所做，咱嘛给拍一个爆发好无？真的，咱是真爱的。主日咯。主日学。真多谢校长甲这些老师，逐礼拜拢有遐多时间来陪这些小朋友。谢谢校长与老师都努力的陪伴。啊，唔忙，这些小朋友真正在爱中被引导。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够在爱中被引导。有上帝光照恁的人生。有上帝的光照恁的人生。因为咱英国教会已经努力伫正人的面前报杀，和彰化市长、彰化县长伫遮已经拢变作直直有圣诞的文化伫遮啦。我们都很努力在推这个圣诞文化，连市长、县长都已经接受。这变成一个荣誉，一个荣誉。这变成一个荣誉，一个荣耀。啊，今日拜六，礼拜甲十年的拜六甲阴暗，拢伫迄个火车头要报佳音。我们上星期六啊，昨天、今天晚上都有报佳音在火车站。所以唔忙，咱日日为着彰化市祈祷。但愿我们能够为彰化市来祷告。我
我们这个城市真正有基督的亮光，基督的疼。我们这个城市真有基督的亮光，基督的爱。上帝疼这世间每一个人。上帝爱世界。就对所有的人讲，你是一个有路用的人，上帝疼你。就对每个人说，神爱你。你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来聚群。若劳苦背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上帝要让你得到心灵的安慰。神要使你得到心灵的安慰。这一个真要紧的，你若捌着耶稣，接受耶稣了后，你的生命会改变。这有很重要的，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但是耶稣阁给咱一个上要紧的怜悯，甲上要紧的命令。咱安尼，咱来读一下吼。耶稣对伊讲一遍，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你去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想听甲是生命的动力，是这个圣诞节上帝要赏赐给你的礼物。我想爱与心生命是圣诞节神要赏赐你最大的礼物。上帝安尼应允，神这样应许。你要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领受。你用信心甲祈祷条，用信心抓住神。你家有这么多生命改变的故事，这有这么多生命改变的故事。过来就是你，再来就是我，过来就是你。上帝应允你，请你行到这边来。再来就是神应许我们，要我们走进来一点。咱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啊，上帝啊，我感谢你。神，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么疼我，在耶稣基督里这么疼爱我们。我今天决意要领受这个礼物，我们今天决意要领受这个礼物，接受耶稣最坏救主，接受耶稣当我个人的救主。耶稣会来，会改变我的生命。耶稣来会改变我的生命。耶稣来丰富我的生命。耶稣来会丰富我的生命。我一个人得救，我们一个人得救，全家得到改变和丰富，全家会得救。我的听候，我们在等待。基督真正真多，我的主甲我的家庭的主。基督成为我真正的救主。我来祈祷感谢。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